喂，午安，大家好。大家午安，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台湾民众党。台湾民众党在柯文哲创立以来，我们在台北市、在立法院做了非常多的努力。台湾民众党在立法院五位立的表现都非常优秀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的参选人。让我们有机会把台北市、把立法院优秀表现带到台南来。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学校。台南有执行多年的通学步道政策。我们的通学步道只能够让孩子绕着学校走一圈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然后江明忠进入市议会监督市政府改善步行环境，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可以从家里走到学校，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可以从学校走回家里，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更好、更安全的步行环境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
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长辈可以用步行走到街上，走入市场。台南有执行超过10年的友善骑楼政策，我们的骑楼环境还是非常的不友善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到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改善步行环境，让我们的长辈不管是拄着拐杖，不管是推着轮椅，都可以好好的走在路上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这一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观光客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历史街区，更多的观光客走入历史街区，台南的经济发展就会变得更好。更多观光客用走的方式走入历史街区，台南的交通问题就可以获得改善。台南的交通事故死伤，在这么多年以来都是全国最高。江明忠希望步行城市可以改善台南交通事故问题。江明忠希望步行城市可以带动台南经济发展。谢谢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到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在这里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，在过去的4年以来，也就是黄伟哲市长执政的4年以来，台南0到45岁的人口减少了超过7万人。这样7万人的减少，代表着台南的育儿环境越来越不友善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改善育儿环境，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有更多的特色公园。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有更好的公幼公托，让台南市的育儿环境跟得上其他县市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
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江民中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民中。江民中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江民中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学校。台南有执行多年的通学步道政策，我们的通学步道只能够让孩子绕着学校走一圈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江民中，让江民中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改善步行环境，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可以从家里走到学校，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可以从学校走回家里，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更好、更安全的步行环境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江民中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民中。江民中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江民中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长辈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街上，走入市场。台南有执行超过十年的友善骑楼政策，我们的骑楼环境还是非常的不友善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江民中，让江民中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改善步行环境，让我们的长辈不管是拄着拐杖，不管是推着轮椅，都可以好好的走在路上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江民中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民中。江民中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民中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民中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民中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民中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江民中，然后江民中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民中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江民中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民中。江民中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江民中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观光客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历史街区，更多的观光客走入历史街区，台南的经济发展就会变得更好。更多观光客用走的方式走入历史街区，台南的交通问题就可以获得改善。台南的交通事故死伤在这么多年以来都是全国最高。江民中希望步行城市可以改善台南交通事故问题。江民中希望步行城市可以带动台南经济发展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江民中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民中。江民中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民中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民中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民中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民中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江民中，让江民中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
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，你好。江明忠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观光客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历史街区，更多的观光客走入历史街区，台南的经济发展就会变得更好。更多观光客用走的方式走入历史街区，台南的交通问题就可以获得改善。台南的交通事故死伤，在这么多年以来都是全国最高。江明忠希望步行城市可以改善台南交通事故问题。江明忠希望步行城市可以带动台南经济发展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。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在这里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。在过去的4年以来，也就是黄伟哲市长执政的4年以来，台南0到45岁的人口减少了超过7万人。这样7万人的减少，代表着台南的育儿环境越来越不友善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改善育儿环境。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有更多的特色公园，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有更好的公幼公托，让台南市的育儿环境跟得上其他县市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。谢谢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明忠的步行城市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谢谢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学校。
台南有执行多年的通学步道政策，我们的通学步道只能够让孩子绕着学校走一圈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监督市政府改善步行环境，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可以从家里走到学校，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可以从学校走回家里，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更好更安全的步行环境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资讯，谢谢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。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长辈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街上，走入市场。台南有执行超过10年的友善骑楼政策，我们的骑楼环境还是非常的不友善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改善步行环境，让我们的长辈不管是拄着拐杖，不管是推着轮椅，都可以好好的走在路上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，谢谢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观光客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历史街区，更多的观光客走入历史街区，台南的经济发展就会变得更好。更多观光客用走的方式走入历史街区，台南的交通问题就可以获得改善。台南的交通事故死伤，在这么多年以来都是全国最高。江明忠希望步行城市可以改善台南交通事故问题。江明忠希望步行城市可以带动台南经济发展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
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在这里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：过去的4年以来，也就是黄伟哲市长执政的4年以来，台南0到45岁的人口减少了超过7万人。这样7万人的减少，代表着台南的育儿环境越来越不友善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，改善台南的育儿环境，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有更多的特色公园，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有更好的公幼公托，让台南市的育儿环境跟得上其他县市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学校。台南有执行多年的通学步道政策，我们的通学步道只能够让孩子绕着学校走一圈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，改善步行环境，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可以从家里走到学校，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可以从学校走回家里，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更好、更安全的步行环境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
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张明宗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张明宗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张明宗。张明宗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张明宗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长辈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街上，走入市场。台南有执行超过10年的友善骑楼政策，我们的骑楼环境还是非常的不友善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张明宗，让张明宗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改善步行环境，让我们的长辈不管是拄着拐杖，不管是推着轮椅，都可以好好的走在路上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张明宗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张明宗。张明宗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张明宗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张明宗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张明宗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张明宗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张明宗，让张明宗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张明宗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张明宗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张明宗。张明宗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张明宗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观光客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历史街区，更多的观光客走入历史街区，台南的经济发展就会变得更好。更多观光客用走的方式走入历史街区，台南的交通问题就可以获得改善。台南的交通事故死伤，在这么多年以来都是全国最高。张明宗希望步行城市可以改善台南交通事故问题。张明宗希望步行城市可以带动台南经济发展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张明宗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张明宗。张明宗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张明宗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学校。台南有执行多年的通学步道政策，我们的通学步道只能够让孩子绕着学校走一圈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张明宗，让张明宗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改善步行环境，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可以从家里走到学校，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可以从学校走回家里，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更好、更安全的步行环境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张明宗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张明宗。张明宗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张明宗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张明宗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
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到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你好，谢谢。江明忠在这里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，在过去的4年以来，也就是黄伟哲市长执政的4年以来，台南0到45岁的人口减少了超过7万人。这样7万人的减少，代表着台南的育儿环境越来越不友善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到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改善台南的育儿环境，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有更多的特色公园，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有更好的公幼公托，让台南市的育儿环境跟得上其他县市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是本土病例，谢谢。江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，谢谢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学校。台南有执行多年的通学步道政策，我们的通学步道只能够让孩子绕着学校走一圈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
让彰民众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改善步行环境，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可以从家里走到学校，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可以从学校走回家里，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更好、更安全的步行环境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彰民众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彰民众。彰民众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彰民众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彰民众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彰民众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彰民众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彰民众，让彰民众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彰民众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彰民众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彰民众。彰民众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彰民众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长辈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街上，走入市场。台南有执行超过10年的友善骑楼政策，我们的骑楼环境还是非常的不友善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彰民众，让彰民众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改善步行环境，让我们的长辈不管是拄着拐杖，不管是推着轮椅，都可以好好的走在路上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彰民众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彰民众。彰民众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彰民众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彰民众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彰民众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彰民众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彰民众，让彰民众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彰民众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彰民众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彰民众。彰民众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彰民众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观光客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历史街区，更多观光客走到历史街区，台南的经济发展就会变得更好。更多观光客用走的方式走入历史街区，台南的交通问题就可以获得改善。台南的交通事故死伤在这么多年以来都是全国最高，彰民众希望步行城市可以改善台南交通事故问题，彰民众希望步行城市可以带动台南经济发展。谢谢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彰民众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彰民众。彰民众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彰民众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彰民众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。
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在这里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，在过去的4年以来，也就是黄伟哲市长执政的4年以来，台南0到45岁的人口减少了超过7万人。这样7万人的减少，代表着台南的育儿环境越来越不友善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，改善台南的育儿环境，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有更多的特色公园，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有更好的公幼、公托，让台南市的育儿环境跟得上其他县市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学校。台南有执行多年的通学步道政策，我们的通学步道只能够让孩子绕着学校走一圈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，改善步行环境，让我们的孩子轻松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
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长辈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街上，走入市场。台南有执行超过10年的友善骑楼政策，我们的骑楼环境还是非常的不友善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，改善步行环境，让我们的长辈，不管是拄着拐杖，不管是推着轮椅，都可以好好的走在路上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观光客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历史街区。更多观光客走入历史街区，台南的经济发展就会变得更好。更多观光客用走的方式走入历史街区，台南的交通问题就可以获得改善。台南的交通事故死伤在这么多年以来都是全国最高。江明忠希望步行城市可以改善台南交通事故问题。江明忠希望步行城市可以带动台南经济发展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在这里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，在过去的4年以来，也就是黄伟哲市长执政的4年以来，台南0到45岁的人口减少了超过7万人。这样7万人的减少，代表着台南的育儿环境越来越不友善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，改善台南的育儿环境，
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有更多的特色公园，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有更好的公幼公托，让台南市的育儿环境跟得上其他县市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江民中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民中。江民中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江民中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学校。台南有执行多年的通学步道政策，我们的通学步道只能够让孩子绕着学校走一圈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江民中，让江民中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改善步行环境，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可以从家里走到学校，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可以从学校走回家里，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更好、更安全的步行环境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江民中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民中。江民中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民中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民中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民中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民中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民中，让江民中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民中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江民中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民中。江民中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江民中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长辈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街上，走入市场。台南有执行超过10年的友善骑楼政策，我们的骑楼环境还是非常的不友善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江民中，让江民中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改善步行环境，让我们的长辈不管是拄着拐杖，不管是推着轮椅，都可以好好的走在路上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江民中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民中。江民中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民中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民中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民中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民中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江民中，让江民中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民中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江民中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民中。江民中今天的接讲到这边告一个段落，如果今天有打扰到的地方，还请大家多多包涵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江民中，谢谢大家。